主料，鸡蛋两个，辅料，葱、盐、油。准备时间，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，10分钟内。鸡蛋打到碗中，放上切好的葱花，加适量盐，搅拌均匀。平底锅内放适量油，油热以后，倒入蛋液，小火煎至两面变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放入盐和葱花，要多搅拌下，使盐分不均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